是啊，来。那我开始打扫了。情人节要到了，可以考虑给家里的女王更新一个可以解放双手的好物。以前因为扫地机要经常手动加水、手洗拖布，于是就又入手了石头 G10。现在石头更新到 G10 这一代，机帐功能升级的很全面了。机帐自带的水箱可以自清洁，还能在洗拖布的时候顺便给机身自带的小水箱补水，完美解决了之前扫地机老是要手动加水的问题。拖布可以自清洁，洗出来的拖布还是非常干净的，再也不用手动洗拖布啦。有人会担心这种一片式拖布会不会没有旋转地刷的效果。其实这种声波震动原理就像电动牙刷一样，相当于一分钟擦地3000次，10次效果也是相当干净，还有2500帕的大吸力，日常清洁足够了。这台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亮点，如果家里有地毯的，它会主动抬身拖布，不会弄脏你的地毯，并且在绘图的时候能够自动识别并画出地毯区域，非常智能。石头的 APP 也很方便，可以很便捷的个性化设置各种打扫习惯、回洗时间、清洁力度等，也可以接入米家生态进行多种智能化设置。扫地机是不是智商税我不知道，反正新房子住到现在我就没有自己扫地拖地过，一直很干净啊。情节到了，给你的他解放双手吧，省下的时间去看看电影。